和黄老师唯一的交集就是咱们节目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其实说实话，上一季没来，我觉得挺遗憾的，是不是？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因为相当于我出道之后只有上一季我没来。对，他二三四五都来了。我觉得可能也确实主题不合适或者是什么的。没，有可能就是单纯的忘了。那更可怕，更可怕了，更他不如有一些原因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肯定有什么原因了。对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邀请了你，但是刚好撞了？没有这种可能。你团队，我们永远会第一时间对。如果向往的生活要来向往的生活，要不然他也算就几乎就满。不是他如果上一季来了，他不是就唯一一个六，唯一一个六就是最满贯的大满贯了。哎呀。也没事儿，因为如果去年我来了，我变成第一多的了，我也不好意思。我并列第一多的，我可以。